丞相，何故大笑？我不笑别人，单笑周瑜无谋，诸葛亮少智。若是我用兵，先在这里埋伏一军，将会如何？丞相笑周瑜、诸葛亮，却引出赵云来，折了许多人马，如今为何又笑啊？我笑诸葛亮、周瑜毕竟智谋不足，倘若在这葫芦口埋伏一彪人马，羽翼待劳，突然杀出，将我等围住，那么我军即使不全军覆没，也难免死伤惨重啊。我乃天人张飞，尔等休想逃走。下下下，逃贼还不快下马受死。人言诸葛亮神机妙算，周瑜才智超群，依我看来到底是无能之辈，我等先已力竭，疲惫之极，若于此处埋伏一时，我等皆束手被擒矣。啊！